东热带农业博览会已连续办理七年，成为每年春节旅游一大盛事。其中彩道是台湾最大型的地景艺术。屏东县政府今年与华特迪士尼 Disney Plus 合作，将种出五个经典角色，透过多色系彩道呈现奇幻视觉飨宴。一个台湾最大型的地景艺术，像一块桌布，像一个艺术品一样，用我们农民的心血，用水稻的种植啊，用这个图腾的变化。屏东县长潘孟安表示，除了彩稻及各大主题区，2022热博还有屏东农业物产馆即将启动试营运，一楼将贩售屏县地方农特产品，二楼设有迪士尼快闪店及历届热博回顾展，游客可于馆内二楼及三楼长廊观赏迪士尼彩绘稻田，欢迎大家春节寒假一起到屏东热博走春。今年的物产馆作为我们屏东第一个稻之翼，也特别谢谢很多单位的协助，我们呢取得土地，盖了一个未来也是一个我们稻田彩绘的看台，利用它的高度作为阳台是它的看台。那未来呢这里面的馆域设施也会作为我们农业大学训练的基地，同时也是一个在里面的屏东第一个物产馆一个重要的稻之翼。屏东农业物产馆将作为屏东第一个稻之翼，民众从国道三号屏东交流道下来，前往屏东市区的第一个点就是物产馆。县府表示，2022屏东热博将从1月22日开幕，持续至2月28日，展期37天，融合屏东农、渔、林、休闲观光产业及原民、客家等特色的各大主题区，精彩可期，欢迎民众来感受热带农业魅力。屏东新闻张如阳、郑毅采访报道。